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车哈来回两地啊，那往返呢都是哈先等加速度，然后再等减速度而停止啊，且加速度跟减速度的量值相等啊。若去程的加减速度哈，量值是 A， 就去的时候哈是 A 啊，而回程的话哈，它加速度的加减速的大小是 A2。那么他问这个时间比啊，好，我们假设去程的话哈，它那个等于是前半程哈是加速嘛，那后半程是减速嘛，因为它减速跟加速的量值一样嘛，所以前半程跟后半程花的时间一样。那我假设前半程呢，这是叫做 T1 好了，那后半程是 T1， 好啊，这个是去程。那回程的时候的话，前半程的话呢是加速啊，后半程的话呢是减速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前半程花的时间是 T1 T2， 后半程也是 T2 了，好，这个的话也是 T2 了。好，那现在他问什么呢？这个2 T1 好，2 T1 的话除以2 T2 了，那2 T1 除以2 T2 就等于 T1 除以 T2 嘛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算什么呢？算的这个去程了哈，除上回程的这个时间比是多少？好，那我现在假设哈，这个去程它的最高速度是 v1， 回程哈，它最高速度是 v2。好，啊，加速度多少呢？加速度 a1 哈，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 v1 除上 t1 的。好，啊，那个回程哈，它的加速度的话是 v2 嘛哈，除以那个 t2， 这是 v1，t1 嘛 ，v2 哈除以 t2 了。好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去程跟回程哈，它的位移是一样的，也就这两块面积事实上是一样的，哦，这一块跟这一块面积一样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哈，第一块的面积呢是高乘以底嘛。底的话是2 T1， 啊除以2，哦，这是去程的它的呢那个路程，啊会等于回程的路程，就是个 V2 哈，啊乘以2 T2， 啊除以2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V1 的哈，这2可以消掉 ，V1 呢比上呢 V2 哈，这等多少？等于 T2 呢比上 T1。 好，现在他问时间比的话，我就怎么比，我就把它给除上去好了。除上去的话呢，就 A2 除上 A1， 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 V2 除以 V1 乘以多少？乘以那个这个除以这个的话，这个就变成再分子 T1 哈。V2， 但是呢 ，V2 比 V1，V2 比 V1 是 T1 比 T2， 所以是 T 这个是 T1 比 T2， 所以是 T1 除以 T2 平方的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两边给它开根号，所以 T1 比上 T2 哈，就是等于根号 A2 比上根号 A1。 哦，所以答案的话是。根号 A2 比根号 A1， 好，这就是答案。